我拿钱出个打牌啷个了吧？还啷个了？就是不能去打牌哥。有人自己招呼店子，也不知道店子拿钱了，稀奇的很呐、啊。还招呼店子？平时哪天不是我招呼啊？那么你还招呼不行呐、啊？我没得别的事啊，我天天在屋里又烧火又洗衣服又带那个。哎呀呀，看你烧几扇火，平时都不是我的老人的事。你去烧个啦、嗯！说的好笑啊。当初你在开店子的时候，我还不是给你开了，那店子全该你招呼了。哥，开了也是我们两个的，那凭什么要我给我招呼啊？真的？卖黄瓜？我称两斤橘干子。过来给你称。姐，你够了，姐，我不是，我是称锅巴两个勺子，我真的这太贵，我不要这么多了，姐。不要钱，送给你钱。不要钱。不要钱。真不要。不要。站住！过来。拿了。哇，这人家媳妇亏了，我起不起呀？不要钱，送到你了。不要钱。好，过来。喂，老板，我写的，我先去的。今天是不要给我抬杠。那你要跟我抬？行啊，再来一个，我出一个。行啊，可哪个狠些了？